老马，哎，我今天带你去一个我哥们儿开的有昭和年代音乐的酒吧，好不好？好啊，那我年轻的时候的，有可能能想起你年轻的时候的初恋。店名叫弹场尹万，走吧。哎，石大人，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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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酒达人石大人，一看就是喝多了以后的表演，说不清楚。这个就是那个黑胶的角落。对，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一会儿你进去选一选，你年轻的歌。我自己有200张的。啊，是吗？啊，演了。年轻的时候。对，都是爵士音乐。啊，外边还有一个院子，是吧？啊，然后这院子还比较。私密性也挺好的哦，对对对啊，跟几个哥们儿一起过来聚一聚。对，那哈那个新马斯尼亚一直过去，说的哎，一兄一个讲，那时候，约会也很好。老妈选好了，哎，这哥们儿呢？对，好吧，那个亚洲 AG 亚洲 AG， 老妈第一杯啤酒，好嘞，粉丝们干杯！哎，干杯！粉丝们干杯啊！开呢？开たくて、見たいか？一回見れない。何が？何言ってんの？チケット。啊。チケット買えない。一票难得，没看过演唱会是不是？我想看的，没看到。啊。いい感じだよ。グッドだ。Hey you， 干杯的。老吴妈上劲儿了啊，自己主动去挑音乐了。老吴妈，别给人弄坏了啊。哦，所以说呢，我也不敢啊。现在是几十年没动的这个。这是他们家的下酒小菜。嗯。干的。干的。这一看就是干的。三味糟卤，低温慢煮的鲍鱼，用葱油浸泡的，白味增腌制的奶酪。老吗？快回来吧，快点拍点吃的，别沉醉于以前的音乐了。人家老板说这是今天我们的新上的，哎呦，我的20岁左右，就是流行的歌曲很多，挺懐かしい，怀念，怀念。来，吃个鲍鱼，好。20岁的时候吃不了鲍鱼吧？哪有那么条件啊？这穷呢，穷鬼一个。哎，可能真的是用音乐能想起以前的时光吧。今天就满足老吴妈了。这歌我都知道。这不过这个时候，我的三四十岁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的歌嘛。腐乳汁烧鸽子，法式的烧鸽子配上北京的腐乳汁，确实有腐乳的味道。嗯，不过挺好吃，还挺配的。五花肉卷一切的组合。哎呀妈，还有一份。老妈又去选黑椒了，说目前没有找到特别深入他内心的符合这个场景的音乐。章鱼族这个音乐听，喝点小酒是氛围特别好。大点声，再大一点点声。可以。老妈来个串烧，那是五花肉卷虾，尝一个啊，来吧。不离不离的，这么快吗？感觉好吃，好吃，不离不离的，对吧？
有石大人是北京很有名的披萨给西诺库西哦、嗯、真的哎呦那不是那撒开说所以他们的这个店推荐酒的员工是那个披萨给西哦、我们这个正好看您这儿有章鱼然后呢这支酒是德国的雷司令、哦、因为为什么用这支酒呢喝一喝这个行行开开胃好吧好好好太好了谢谢嗯啊确实很清爽对爽开胃 挺好的挺好啊真好喝这酒好不错来一口来一口啊串烧牛肉有了怪年慢一点慢一点有了怪很慢哎呀妈呀来老麦洋气了开始洋气了哦、oh, ，羊排配麻豆腐，来吧，老妈，这肯定得趁热吃啊。嗯，哎，还挺好吃的啊，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听这老音乐，然后这个好的环境，好的环境，好的酒，我们也是呢。怀念，哎，怀念，怀念，那时候还年轻嘛，追，追，追，老追，追什么呀？追姑娘是吧年轻嘛有父亲跟儿子这么说的吗我想张一推啊我感觉特别 Q 弹的感觉尝一个啊别噎着你啊哦嫩啊卖卖来吧来吧听着昭和音乐还是得喝点清酒哎不错、哦、真的很甘甜啊、有点气泡他说别的地方啊一般都卖四位数他们家卖不到五百、蘑菇饭老妈必须得是最后是主食结束啊对前面都不好的啊千层土豆配着中式的干辣椒面这个土豆千层的你可能吃不了因为它的奶香味特别的啊那我就不行喽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老吴妈是北海道人但是他不爱喝牛奶不爱吃奶制品你受得了吗啊想起以前的时候对对对年轻的时候的那音乐哈有意思因为啊今天是他们家试菜阶段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家那个菜品的价格啊对对 对但是这个融合菜确实挺有意思的有意思啊味道是以前没吃过的那种感觉对对 对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转发谢谢了啊谢谢大家了啊那想了解北京更多正宗且好吃的日料请关注吴妈安达我们下期见吧拜拜拜拜